归准提菩萨。我言，若得闻此陀罗尼法，速即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人能常自意念，诵持此咒，无量善根皆得成就。佛法之旅，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。佛法之旅，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谢谢我们两位主持人，菩萨功德无量，也谢谢大家关心社会、关心动物、关心众生，咱才菩萨大德来参加主笔法会，给我们自己鼓掌，好不好？吃饱的，咱台湾人同在礼貌，看到人就讲吃饱无？我说了，趁钱无？所以我想关心别人，才是咱生命的快乐。跟那拄啊，因菩萨在唱歌，爱唱歌就是要给各位听了好听，安尼唱歌的人有快乐无？快乐，所以今日咱要得到快乐的人，唔免自私，自私袂快乐。你想尽办法，互别人快乐。你想尽办法，乃至你想要摕几块啊胖，互迄搭流浪狗食，安尼你有快乐无？快乐。所以各位若有机会，摕一寡米互鸟仔食，所以。今日早起，我们钟淑芬师姐带阮去一个五角地的鱼池啊，然后内底有足侪鱼啊。那去要创啥物呢？因为伊要将这五角的鱼啊，拢甲掠起来，摕去卖啊。然后呢，结果去迄阵，迄个船长饲鱼啊，就是因的小弟啊。那当然，阮就较侪人去该参详啦。啊，讲迄鱼啊吼。你规去卖掠啦，你当初开偌济钱哦？阮想办法叫大家甲你买起来，然后呢，即、這个五角的鱼池啊吼，就算租阮啦，你若算会好，佮趁钱哦，你嘛足快乐，结果达成协议啦，本来讲要用跋杯的啦，结果呢，五角的鱼啊，伊讲。给他将近要40万，还不要讲好讲好，啊，就32万拢给买起来，
啊，一只鱼啊就不爱抬，安尼欢喜无？哦，真欢喜啊！那个布施面包回家，啊，即马个讲好，鼓励十二月十六，因为开标，那如果我们标得到，那就租我们四年啊，我家鱼啊，鱼底啊，租我们四年，一年136,000，哇！这个世间呢，各给五家鱼底啊，变什么来？慈悲湖本来是一个杀生让鱼仔痛苦的地方，变成让鱼仔快乐的地方，结果我们人有快乐吗？更加快乐。当然要感谢早起跟我们去的黄美如、张锦良，那黄美如友好啊，呀，我们当时跟他讲介绍，有比较俗的吗？结果讲完以后，他说他要用他的老爸黄川纯也老母翁月华的名，将迄32万的钱用爸母来出来，随喜功德，友好爸母啊。当然，我甲迄个船长讲，啊，阮现在变来做，你有爸母啊，其实每一只鱼啊，拢咱的爸母。今天我们要为很多狗菩萨、猫咪菩萨、皈依三宝。这个是很慈悲的事情，为什么？让他皈依三宝，得成人杀来，狗将来可不可以成佛？哎，这个是最伟大的心态。几只鸟啊，几只狗啊，几只鱼啊，几只狗虾，跟咱拢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同伟大的殊胜，就这个殊胜，念一下：众生平等。无有分别，皆是父母，皆可成佛。哎呀，太伟大，太伟大，太伟大的思想！咱这个社会就需要这种和平无我的奉献的思想，不要有敌我之分呢、啊，不要有男女不平等呢、啊，不要有种族宗教高低不平等呢、啊。提定的心，或者受苦的众生，对咱来讲。拢是老爸老母，因想要得到快乐、离开痛苦的，想法甲权利，拢是平等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，这样子去想啊，这样子去念一下，尊重众生。那么就来对唔通有歹人。所以明仔载，宗师姐各位，主笔啊，书你明仔载有赢，我来拍摄讲无赢。明明都无代志，我找你来加加，哦，太自卑啊！要和我去自卑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对今日开始啊，对我讲了，咱以一个平等心、平等对待众生的眼光去看待一切，好嘅人，咱随喜；善下人，哎呦，你真有福报呢，免为钱的话咧，收侪钱的话咧烦恼。啊，有饭吃就好。所以各位呢，跟他出家人同款，出家人就听我这个道理，念一下：拥有贫穷是生命的快乐。念一下：身如乞丐，心如黄金。虽然出家人辛苦跟他乞食，拢是人请阮食饭的啊，吐蕃啊，大个所在拢是暂时就大个啊。他是内心很快乐。原来释迦牟尼佛讲一句话真好啊，有欲望的快乐百千倍，不如没有欲望自在的快乐。所以各位这点要了解啊，生命的快乐不是去占有什么，生命的快乐是你自己无欲望，乃至关心别人。假设一个女孩子哦，她追求爱情。他会压力很大，但这个女孩子把爱情来爱那些流浪狗，爱那些流浪猫，爱那些可怜的众生，快不快乐？那快乐了，快乐了。哎，因为流浪狗、流浪猫不会欺负她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这种生命的快乐啊，生命的快乐，你也可以练习这个什么来，不用自卑。那各位要经常去练习关心
受苦的地方啊，所以我很喜欢到河边、海边、山下、树下，啊，我最爱去一个所在，来对我念蒙阿波。所以我们今天去那个五家鱼仔店，我就讲哇，这个赞，想怎对我蒙阿波，那连蒙阿波边啊拢蒙阿波，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第一个所在去奉神去救命，挨到个万神宫哦，听讲有真济骨头，啊，第二个所在做主笔的代志，那么有主笔的功德，供养迄搭万神宫啊，迄搭王神家，迄搭王阿婆，哎呀，所以我甲船长讲，讲船长，我虽然唔是家己人哦，但是我今日有法度来遮吼，迄王阿婆吼，拢咱爸母啦。那迄几只鱼啊，嘛是咱的父母啦，所以我已经决定甲你买落来。哎，你一只都莫抬呢，你抬就抬着阮父母呢。啊，你逐工爱照起工甲饲呢，你唔能讲哦，啊鱼啊卖出去啊，我歪饲啊。啊，但是我讲哦，啊其实饲了后摆阮互你，你讲啥啦？阮家都有啊，够剩啊。嘿，无啦，嘿饲了拢肉做诶，你叫鱼啊食肉，你无做边。哎，阮做好足好的饲料，足香诶。那么用素食做的啦，所以阿要煮比就煮比较低啦，安尼啦，卖叫鱼啊食鱼啊啦。所以各位今日刚刚有没有吃素啊？好不好吃？啊，既然好吃，先那边食吧。食吧都无煮比啦，啊，所以既然是安尼。当然，我看到今天很多爱狗爱猫人士啊。如果你问我说，希望你让你的狗跟猫啊也慈悲快乐一点，卖回家吧。因为我们养了3000多只狗，很多人跟我说，狗哪里会吃素？哪里不吃素？你回家，你不当家，你都回家了，黑马就回家啊。所以我想，当然各位一下子做不到，但是。至少我们学会对他慈悲，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讲一句话：，咱爱狗啊、疼狗啊，不是一种执着，而是一种慈悲，那这样就对了啊！因为执着这只狗啊的死，你也靠死，我跟你讲，你比你个短命。但是你若对狗啊慈悲，你别靠。哎呦，我这只狗啊猫啊，已经脱离三恶道，叫做畜生道。的痛苦，那现在我带他皈依三宝，给念阿弥陀佛，希望这只狗啊，皈依以后，投胎做人去修行，升天去快乐，去极乐世界，安尼你有快乐无？快乐。所以我想各位愿意带他来皈依，就是因为爱他，希望他皈依佛。为什么要皈依佛？狗啊，念一下，狗字也有佛性。狗也可以成佛，这是真理啊！为什么？虽然那个外表业报不赶快，本体拢是赶快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冰块、水、云、雾，虽然名字不一样，但是你想都知道，他们本来就 H2O 合成的，本来都平等。水等于冰块，等于云，等于雾，等于雨，名字不一样而已。所以狗也好，猫也好，人也好，牛也好，神也好，鬼也好，因为业报名字不一样。跟他说，后亚狼嘛是狼，拍亚狼嘛是狼，非洲人也是人，台湾人也是人，有钱人没钱人，他的名字虽然有钱没钱，但是人都是平等的。所以再念一次，众生平等。哎，爱听大家给讲啊。你不爱哄怕，那么唔好怕别人；你不爱哄抬，那么唔好抬别人；你不爱哄吃，那么不爱吃别人。想来了解这道理呢？因为你杀别人、杀动物，就等于在杀自己。每个人的命运来自于背下行为反作用力，对待众生的方法。你对待众生好，众生就对你好；你对待世界好，世界就对你好。简单的说一句，各位，你对镜子笑，镜子会对你笑；你骂镜子，那么镜子就在骂你；你对世界笑，世界就在对你笑。所以你这些人生了较水，因为啥啦？
你就爱笑，不爱生气，你点来供花。所以各位，你养狗，你也要替他供养哦。这一朵花，我替我的狗狗供养佛，啊，这只狗后壁够较水，做人嘛水啊。所以那现在他们在唱阿弥陀佛，那我马上来唱阿弥陀佛，替我的狗念佛。后壁呢，伊嘛做人也要念阿弥陀佛，善有善报。所以希望这位了解这个道理。那像我现在坐在这边讲，人听得懂，请问狗猫听得懂吗？这个叫有加持。佛法是超越超越的，就算一个人嗡心耳康听不啊，但是你个念阿弥陀佛，你听有无？也可以极乐世界呢。我们家的狗狗往生，你个念阿弥陀经、念心经，它有没有加持啊？有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你莫皈依。我本来是开始要皈依，皈依完你带狗啊回去，那就没意思啊。你要让他在这边听闻佛法，让他成佛，那这样有道理啦。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说要供养，我们不是为自己供养，今天的供养为谁供养？为狗、为猫、为牛，好不好啊？你别再说输，今天是狗啊，你来供就牛了。我还跟你讲，为猪，猪跟狗也是平等，蚂蚁也是平等。我们希望他们都得到同样的福报。狗啊猫迄落足有福报诶，哦，主人疼命命；狗啊猫迄落足可怜诶，规工咧做流浪狗，随时去用拍，去用抬死安尼。所以为什么赶快做狗啊？有诶好命狗，有诶歹命狗，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因果。再念一次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今天我下午来之前，新加坡的一位居士发一张相片给我，他们里面的菩萨义工啊，一粒目睭跟那边痴迷啊，背不开老会，一粒金金。他问我说：“师父帮下百位啊，为什么他会这样？”问我为什么？那我也不知道啊。刚好有一位打坐的菩萨坐在边啊，哎，这咱台湾社会就好诶，真侪迄种诶打坐诶。诶，静坐诶，诶，心该讲诶，各种啦，有钱诶人，我就问他，你知道理由吗？啊，因为伊就讲啊，师父很简单呐、啊，他过去是拿棍子啊打一只狗，把一只狗的眼睛打瞎了，所以呢，哎，这世人倒胎做狼啊，现在换他眼睛，一个眼睛快瞎了，所以呢。那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新加坡居士，你赶快去救流浪狗。”说：“师父，我们新加坡没有流浪狗。”我说：“你没有国际知识呢，缅甸多的是，泰国多的是，你可以去救他们嘛。印度更多狗医院，印度有一个救狗的组织，非常慈悲。如果你经常看脸书啊，那你就布施狗狗的药，特别是帮助狗眼睛健康的药。”然后呢，来忏悔。首先，你要向那一只狗忏悔；第二个，你帮助其他的狗眼睛健康，甚至最快的方法，救几只要被杀的狗。太多了，越南在杀狗，韩国在杀狗，很多地方都在杀狗。你能够救几只，那来回向这个业，行为反作用力，那你的眼睛的痛苦就可以消除掉。各位，这样有没有道理？这个就是真理，三世因果啊，所以呢，善有善报的因果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来为所有的前面有六张桌子啊，给你板凳，想来板这六桌呢，替什么板凳来念一下？替地狱道众生，替恶鬼道众生，替所有动物道众生。那都要讲诶，众生平等。虽然我们今天名义是说为狗啊、为猫啊，那所有的动物，四只脚、两只脚、无脚，对我们来讲是平等的。已经在地狱了，更要对它平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替他们供养，因为因未晓供养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呢，疼狗啊、甲疼猪啊，要同款心，好唔好啊？
听狗啊，敢那听一只鱼啊来感宽心，这是佛教所讲的智慧平等的意思。所以念下来，普度众生，普就是没有分别。就像有人我说，哎，师父你哪要出家？因为我结婚生了一个儿子，我才体悟到这个道理。我爱那个囝，爱到什么呢？爱到痛命命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痛命命呢？三天拢未困，看那个囡仔，啊，我是老爸啊，我是囝，伊是我的囝，我生命就改变了。但是等我一直越爱这个小孩，我就越没有安全感，越担心他。暗时拢爬起来，伊有咧喘气无？安尼啦，啊，逐天的烦恼有咧喘气无？我就奇怪，我怎么变这样？但是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从来没有去爱过别人小孩。那我现在才知道爱。当我生了小孩，有了家庭，我才知道我爸爸妈妈很伟大。然后我经常要出国，我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有这么多国家，这么多人也在受苦。而且哦，我怎么以前都没有关心他们呢？所以各位，希望从你爱儿子身上、爱狗身上、爱猫身上，以对他的爱放大，去爱所有的猫狗、所有的有情众生，好不好？那我想是今天办法会的目的。但是有人讲叔啊，我暗时若无抱迄只狗哦，我困未去。你知影是安怎无？迄狗到恁的查某囝无变咯，你的亲生囝。即使你即马都不爱生啊，所以伊就过来投胎做狗做猫，互你饲啊。你饲会到，拢甲你有缘，无缘未到顶。哎呀，所以我们刚刚我们道成补习班的竹芳师姐，伊讲叔我七只狗，所以我就叫迄个打坐居士，相片找出来，我帮你问一问咯。这个打坐的居士会看因果哦，这只狗啥物甲你关系啊？啊，结果一看，哦，这个是你儿子，哦，那个是你孙子，我一开心，怀疑该不是，怪不得我这么爱他，给人家金锣一下，光来看相片，啊，本来就如此，但是最痛苦是什么？万一他死了，你会哭死咯，啊，你会很难过，但是我只是跟他讲，要让你的狗欢喜，啊，你还去爱更加多狗，啊，你还爱更每一只狗欢喜。啊、你要去爱更加多猪啊、鸟鼠啊、鸟啊、鱼啊，要把爱扩大，你就没有自私执着的爱的痛苦。所以跟我背一次，接触的艰苦，自私的艰苦，平定的快乐，自卑的快乐。那讲到现在，各位就知道意思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出家？出离自私有范围的欲望感情的家，让自己有机会去爱众生，了解吗？啊，去爱世界，不管在什么所在，今日在蒙阿波，好好啊，爱蒙阿波；今日在美国，好好啊，对整个美国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、所有人类、所有动物很慈悲，就是这样啊。我希望各位体悟到这个道理。我所爱的都是你痛苦了，因为你对他用了很深的感情哦。礼拜啊，你这高人啊，已经挂就给我铐住了，你没办法了。就像一个女孩子说：“师父，我爱上他了。”可怜哦，念一下，苦海无边。我说你赶快回头是岸哦，就干苦，就干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有一点懂了这个道理，为什么呢？归三宝，念一下：归佛、归法、归僧。我今天来讲的叫做归法。各位既然皈依了三宝，第一个宝是佛陀，每一个佛，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像佛一样圆满的佛陀。那最主要是佛陀为什么值得我们皈依？他快乐。他自在，他慈悲，他有能力帮助所有众生，这个叫归法。什么叫法？念一下：绝对平等，绝对慈悲，完全没分别的爱。所以法的真理就是什么？无分别的爱。
所以希望各位，你今日这只狗啊，归以后拢袂讲吠啊，干那有被你，嗯，他真归依了，因为他了解了，啊，所以一个人啦，归依三宝，我袂讲骂啊，我要来爱众生，我袂讲怨恨啊，别人对我无好啊，无要紧，消我业障，啊，我对别人好是我应该做的，这个叫归依法，这个道理好不好？赞叹佛陀，哎，赞叹佛陀，我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不是说开悟了，我终于知道生命的意义，我不再痛苦了。我跟我儿子说，哎呀，儿子，爸爸也要出家了，因为事实上是我的儿子他吵得要出家了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道理，现在我知道了，啊，原来出家就是把对你的爱去爱所有的生命，那我就不会痛苦了。不然我离开我的亲生儿子哦，打理亏归刚，我实在动不了，这心脏快裂开一样啊！啊，我怎么没有用的男人，想到他我就哭。哎，啊，我太太想到我天天哭，我想到我儿子我在哭，这样。哎呦，生命这么痛苦，所以这个儿子是我生命的老师，让我知道。真爱才有快乐，自私的爱他痛苦，我也痛苦，全家都痛苦。所以当然讲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但是各位你要征服的过程很困难啊。所以有很多菩萨跟他说，师父我家狗死了很哭，来找我干嘛？我带你去我们的狗园，不在你赶快一杯赶十家，你想家，你既然那么爱他，啊，狗狗不是都平等吗？师父不一样，我家那一只露露跟你的不一样，哦，你有分别。狗就是狗，众生平等。我说你都不了解这道理，你也了解这道理，你都没感受。所以你家狗狗往生了，那太好了，你去爱所有的狗，然后把这个力量回向给他，谢谢，因为认识露露让你爱所有的狗。请问露露会不会升天啊？不然你哭他，他哭你，两个阿伯拢做鬼。我跟你讲，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爱狗人是天花乱坠哦。如果你这一辈子很爱狗，很爱狗，执着不能超越，我问你，你下辈子有没有可能投胎做狗？有没有？你想我好哦，你想我好哦，你想我好哦，因为你已经执着爱上他了，那他又投胎做狗，那你就会去了。这样你对狗也没帮助，所以你一定要对狗有帮助，不但超度这只狗，让它下辈子投胎做人去极乐世界，你也能够投胎做人去极乐世界，而不会轮回，一直轮回，狼变狗，狗变狼，这样呢互相在痛苦。所以真爱就是要让对方永远没有痛苦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再念一次皈依法，离欲尊，完全脱离执着欲望，真快乐，我想这才是最主要的意义，而不是说哎呀我狗皈依了，狗皈依你人又没有皈依，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你也要皈依啊，你也要跟你的狗说啊，不要对我执着啊，我也不能对你执着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修行。所以各位，网络上有没有狗在拜佛的？有啊，有狗在拜佛，也有猫在拜佛，这才是爱他。因为这只狗跟猫，多少公位做给咱北部，做给咱亲戚家，但是他现在堕落畜生道，但是我们要帮助他提升，这个叫什么？真爱。就像我出家，那我做给我儿子看，做给我太太看，做给我的亲戚朋友看，现在我出家比较久了，他们就看懂了，哦，我知道意义了。啊，这次我妈妈往生，现在刚过三期，那我的很多亲戚朋友慢慢了解这个道理了。所以原来再多的钱，再好的爱情，都带也带不走，放也放不下。所以真爱是要让他去极乐世界啊，解脱生死啊，生命活着的哦，实在是很艰苦的，特别老了以后
逐工就咧听个死，就歹听，叫做听个死。啊，但是那个时候你孝顺，孝顺就要让他知道痛完就不会痛的道理，不要让他白痛了。出给狼宰给狼都一样意思啦。好，所以我不要先不要讲太多，请大家翻到第四页，有本子吗？我们为那次地狱道、恶鬼道、所有动物道、所有人类、所有阿修罗道、所有天神道，再念一次，为六道众生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三宝、供养无上福田。各位记得哦，你在这世间布施一百亿美金铺桥造路，但是还不如用一杯水啊供养三宝的功德。所以谢谢今天有这么多出家师父，出家师父代表三宝，所以呢来接受供养啊。但是这才是慈悲。当然我今天为蒙阿波来，所有浮木区的众生，所有过去被杀掉的鱼，所有这一次非洲猪瘟被屠杀的这些猪，所有自有人类以来战争死亡、意外死亡、自杀死亡、生病死亡的人类友情，包括念一下堕胎胎儿。哎，我头前有这龟滚婆啊，有牛奶，有玩具。我要强调，所有被堕胎的小孩，我们要超度他啊，希望他离苦得乐。那所以咱们退隐修福报啊，能够供养三宝。哎呦，福报，伊就是无福报才咧做鬼，伊就是无福报才咧做不要恭维低啊、高啊、鸟啊。我们帮他积福报，所以有十种供养。那我们每个人都供养，各位念一下，念一下，用心供养。对，你现在要有慈悲心哦。刚才说到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、啊、我现在大家都要供养、啊、有技术代表我们，但是其实是我们大家都要供养。你念到供养、啊、真同同贵的同好的沉香檀香，你在观想哦，供养，然后呢来供养三宝、啊、这种的功德回向哦，六道众生都得到。这个叫用慈悲心供养，用成佛的菩提心供养，用没有分别的空性的心供养，那这样力量特别大。所以佛经说，你用圆满的心供养，超过于整个地球的人都在供养的功德，你一份心就可以积最大的功德，因为这样最大的功德才可以帮助最苦的众生。希望大家永远都用最好的心在做供养。你给你做疑心，你看一个小孩子，你心里要想，愿所有的小孩子都健康都快乐，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安心。你虽然做小儿科医生，你等于在做众生的医生，这个叫用心。你不可能一个人可以去救所有的小孩子，但是你的心可以关心所有的小孩子。希望大家今天用这样的心为再念一次，六道众生，受苦众生，父母祖先，远亲借助，做大供养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放了往生牌位啊，希望他们都得到供养。今天我们在嘉义的这个公园，希望整个嘉义县市、台湾、地球世界的所有众生，乃至咱们为这个世界风调雨顺啊，国泰民安来做供养，用心。话再讲回来，各点，卖有歹心，干有好心，不要怨恨别人，不要批评别人，各要修噶，对查甫拢完满尊敬，无欲望。我、哦、这个较水，这个较缘投，迄叫做善乱心、分别心。那个乱起，那个都无修行。修行是修你这个心无分别，羡不羡慕？羡慕。以后看到你只会升起悲心，这个查甫囡仔真性感，拢无穿衫，你没有欲望，
哦，赶紧提衫给伊穿，即个敢若我的老母同款，查某囝，你没有欲望的心，只想关心他，这个叫修行的心态。所以话，修行不是在外表，而是我们内心怎么去改变。啊，你挺有道理不？那这样你就没白来了，你了解皈依法，了解这个道理，非常有意义啦。所以咱所供养的功德，拢不是为了咱家己啊，搁念一遍，东观众生。啊，香一闻，心里好平静，所以叫心神安宁。香一撒下去，全身干净，所以叫身体清净。这个香的功德一净化，哦，你的身口心态恢复完全，只有好心，没有坏心的清净。啊，这个香，希望我们闻到了以后，好像释迦牟尼佛喜欢说法，那好像听到最好的佛法。要希望各位修行就是。一直修自己功夫的存好心，帮助众生。今日查来领导讲，您就不要得啦。小段才走，欠钱哦，来交五千啊。修家呢，嘿查来拍死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因为你对我歹，我跟，我刚才想要对你好。如果有一只狗看到小偷都会摇尾巴，好狗修得好。你们人就领导一只狗啊，都训练成坏狗，安尼，所以看人看引导狗了，知影这人好人歹人啊。啊，起拍狗，一定拍人起拍狗，家有恶犬，你要晓得家有恶人，恶人养恶犬，不要欺负我们，我的真正拍人。啊，所以各位不要这样，不要这个想法，不要敌人，我起拍狗要咬人，阿伯你就变拍人。我讲一个故事啦。曾经有真侪好嘢的大施主哦，哇，大家拢准备通好诶，因为迄阵有一个佛，有一个佛现前要去说法，所以全部诶大施主拢准备通好通好的来供养佛陀这个佛。迄阵伊供养完离开啊，有一个囡仔，有一个小朋友就来问佛陀说：“这位佛陀啊，我问你啊。”这些有钱人做这么好的供养，太好了。但是佛陀，你能够告诉我，什么才是最最高的供养的吗？嘿，这个佛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小孩子很有善根。”你来讲，普度众生，发菩提心，愿成佛，才是对所有的如来最好的供养。哇，这个囡仔马上就跪下去，佛啊，你作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发愿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众生，我要让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，所以我一定要成佛，慈悲众生。哇，是那位佛陀姐可以给他鼓掌，给公，你将来的名字叫什么？念一下，观世音。接着，观世音菩萨一直为供用，用慈悲奉献自己，关怀众生。这才是最高最高的供养，所以我想各位呢，念几遍来，把自己奉献给众生，愿带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这是最高的供养。所以佛教人供养供养，并不是好家派家，念一下，用心供养，你要奉献自己。不要自私啊，不要毛病一大堆啊，如果你成为一个圆满的心、圆满的人，那每一个佛都欢喜啊，供养佛是你有，你要用智慧、用慈悲过生活。所以各位来学观音菩萨，来普度众生，发菩提心，愿成佛道，做大供养。我问你。你若安尼供养，祖先会超度未？不可能不超度啊！爸母的健康未？不可能不健康。这个叫什么？妈妈啊！所以要真心的去把自己去爱所有的生命，不见得要做自私的人呐、啊。德丽莎修女好漂亮哦，圣母玛利亚大家尊敬啊，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最美啊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法会，大家来了解
了解，再念一次，众生平等。我们是人呢，但是我们以对待人、对待子女、父母的方法来对待狗狗、对待猫、对待孤魂野鬼、对待花草树木，这是平等心、快乐的心，没有分别心。你爱这个，不爱这个，你爱爱这个恭维，真讨厌这个，哦，你也就拍命，你会不快乐。那你自己内心不快乐，你怎么会给别人快乐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为了别人，你要净化自己。你今天若破病，莫去看老爸老母，你有老爸老母烦恼啊。你今天若心情歹，嘛超工歹，回去厝诶啊，等心情好才回去厝诶，因为咱不爱让爸母烦恼。所以一个修行的人，你若真正愿意修行啊，你要特别的反省自己，净化自己，念一下调伏自己，讲话要小心，眼睛要善良微笑，然后呢，脸经常表达一种尊敬跟微笑。所以就像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的，其实做红款，为什么要穿这个不一样的衣服？你在修行啊，保持微笑端庄，坐在车顶莫度孤，那有迄落咧度孤老嘴烂出家人。啊，那有咧直直困啊，你出家人不是爱拍拼，爱看佛经，哦，阿弥陀佛，念到恁规车大家拢发财，啊，然后呢，行路从什么拢咧做红看，啊，咧餐厅食饭嘛咧做红看，食到真清气，食到真优雅，食到真慈悲，哦，让大家欢喜。简单的说，不分在家出家，各位手上戴个念珠，迄是咧做红人看。我是咧念智慧的人，念慈悲的人，啊，念圆满的人。我唔是咧念钱、念爱情、念痛苦的人。那你要告诉你自己这样做。特别我们今天在公园最好了，公园是开放的，行过的人拢听得到这道理。这跟你信仰没有关系，真理是超越宗教信仰的。啊，就像超越人、超越动物、超越有形无形、孤魂野鬼，都是适合真理的。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4月15号日本弘法之旅，4月25号星期四，巨石月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亿倍。上午10点，日本奈良开运吉祥献供法会。下午1点半，恭送普门品祈福法会暨佛法开示。4月26号星期五，巨石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晚上6点半，日本大阪心灵讲座，讲题心如莲花。4月27号星期六，
念卢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、持斋除罪一千劫、具十月功德日、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、天上圣母圣诞、下午两点日本东京讲题因果人生。4月29号星期一，具十月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。上午10点半，日本东京喜迎福现吉祥供。下午药师祈福法会暨佛学讲座，讲题慈悲的眼睛。4月30号星期二，具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9点半，日本东京八关斋戒暨浴佛绕塔。下午佛学讲座，讲题愿成佛度众生。5月3号星期五，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持斋除罪七千劫、具十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8点半，新店大明讲堂传授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917-8855。5月4号星期六，念释迦牟尼佛、持斋除罪八千劫、具十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九千亿倍。上午10点，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庆祝佛诞，点万灯、供万水、药供、护生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2-2917-8855、03-533-7368、03-657-0385。5月5号星期日，时轮历新年，念定光如来、持斋除罪40劫、具香月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。八殿都市王千秋。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方讲堂庆祝佛诞，传授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4-2238-9987。5月11号星期六，具香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倍。板桥悲愿寺庆祝佛诞，传授八关斋戒、浴佛暨佛前大供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。5月12号星期日，释迦牟尼佛圣诞、浴佛节、佛宝节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持斋除罪30劫。具香月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倍。酒店平等王千秋，早上8点40分，罗东展艺厅释迦牟尼佛圣诞浴佛暨2019帮父母洗脚。下午1点半孝亲讲座。联络电话03-989-9319、03-939-0380。5月15号星期三至5月24号星期五，德国弘法之旅。5月17号星期五，具香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倍。上午9点及下午2点，德国汉诺威八关斋戒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5月5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，地点台中五方讲堂，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3楼之1。联络电话04-2238-9987，04-2238-9987。生命电视海涛法师西班牙及葡萄牙慈悲之旅，日期6月3号星期一至6月18号星期二，共16日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行程安排：
西班牙马德里、中古世纪小镇托雷多、古罗马帝国遗址塞戈维亚、黄金城市萨拉曼卡、世界上最美的书店莱罗书店波多、葡萄牙孔因布拉、里斯本仙达皇宫、欧洲最西点洛卡贾、童话宫殿佩纳宫、塞维亚、哥多华、充满回教文化与摩尔风情的格拉纳达、科学艺术城瓦伦西亚、巴塞隆纳、孟瑟拉修道院。详情请洽台北生命道场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 02-2550-9900。在清明时节，勤勉众人，孝亲报恩，为现世父母消灾延寿，历代祖先增益功德。生命电视台台长海涛法师特地来到台南麻豆护生园区，举行清明报恩暨八关斋戒法会，借由受持斋戒、共修及礼忏等殊胜功德，回向法界众生皆能同沾法益，消弭恶业，令世间祥和安定。法会现场，与会信众们点燃盏盏灯烛，在坛场上供灯供水，诸血消灾超荐牌位，手持熏香潜心招请，有愿累劫冤亲来赴盛会同闻法音。接着在庄严响亮的梵音中恭迎主法法师入坛，在法师的慈悲带领下，齐心唱诵经咒，善信大众们也一一手捧香花灯烛等于佛前献上种种殊胜供养。众人恭敬地随着大和尚的开导，依循戒仪次第请圣礼佛忏悔，圆满受持清净八支斋戒，开始一昼夜的犯恨生活。而海涛法师也为众人带来佛法开示，对真正的无上菩提心来皈依受戒，没有爱没有恨，骗一切处的承担一切爱护一切，各位要最主要发起这个广大心，这个叫什么心？来，佛心，诸佛无心，唯以爱物为心啊！每一个佛没有自己，我喜欢我讨厌，没有完全保持在极境，但是他爱的是法界众生啊，负的是普世责任，每一片土地都要帮他让他变成净土，每一个友情都要让他成佛。那我们大家发起这样的无上菩提心来念皈依，而得到了无上菩提心的八关斋戒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？来，开光啊！各位开光了没有啊？啊，要开，不然你就是无明了 要有这样的承担来。所以第一遍念一拜下去，因为你真实发起无上菩提心，所以三宝一定加持你。所以无上菩提心可以把累劫累世的恶业都净化掉，净化掉啊！如果你是真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啊，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业，只想到了众生，那反而你的业障消除掉啊，光明进去，黑暗就出来。不需要为了黑暗去修行。很多人说哦，师父听你这么说，我赶快发心，这样我的癌症才会好，我才会发财。那你的动机又错了，因为你只想到自己，那把佛教当作一种买卖啊，买卖交易啊啊！所以你要完全忘了我的快乐、我的痛苦、我的钱啊！所以这个难就难在这边，你要圆满无上菩提心，连一个我跟我的这个我执一点点都没有啊！我的宗教你都忘了，你是佛教徒。法会最后，修持慈悲施食仪轨，拔济恶鬼有情，也愿所有佛子及孤魂能洗涤三业罪垢，并回向幽冥孤魂、万姓宗亲及个人历代先祖等，归敬三宝，心开意解，诚愿六道群灵同登正觉彼岸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圆成无上佛果菩提。生命电视台南采访报道。
伴着伤。